福，走开！刚才黑的是啥玩意儿？你猜一猜，你看这个黑的还在这边转过来转过去呢。黑的想吃冰糕了哟，黑的得必须得来点冰糕，来点酸奶啥的才能冷静下来，要不然冷静不了。黑的最喜欢喝的就是酸奶，还得必须得要这种屌丝瓶的大瓶。微队大福真好，大福一来这个房间都就能开小灶。今天这个天气不适合播大福，看不清。大福的眼呢？大福你的眼呢？大福，大福睁开眼，睁开眼，大福，大福眼睛呢？眼睛呢？这跟老鼠一样，天天直播又不上小黄车，黑黑黑黝黝的。肉多少钱一斤？发冷链吧。这个人，这咋了？又要啥去了？又要啥去了？又想吃啥？又要东西去了？那不知道，哦，想要酸，哦，又想喝，喝完了，喝完了让倒酸奶呢。我说他干嘛去了？还有个榴莲味的，还有一块冰糕呢。呀呀，大夫不行，给你杀个西瓜吧，再追着喂跑，还要东西吃呢。别人说天黑请闭眼，这胃口真大。他现在呀，跟你说嘴吃，你看他还坐着吃，他让威蹲下。他刚才想坐着吃，威不给他这个机会，他吃。你看他自己一会儿就蹲下了，他站着吃累，他可精。你看，就蹲下了不？可精了他。这熊的生活待遇比你的都好。